甭说甭说，都是也学力量的。大家好，我是力量的。那今天呢，力量呢继续给大家讲解《Grammar on Dialogue》啊啊，初级法语对话的第三十七个。那今天的这个对话的标题呢是《Mister u Ami Day》。Mister 呢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神秘的。那 Ami Day 呢是一个阳性的名词，表示客人、宾客、应邀者的意思。啊，Mister u Ami Day，神秘的客人。 Un mystérieux invité. Qui vient demain à ta soirée? Jean que tu connais et sa nouvelle copine. Les cousins qui sont très sympas et que je vois souvent. Marianne avec qui je travaille. Thomas. Qui est-ce? C'est un photographe que tu vas certainement trouver intéressant. Ah ah! Est-ce que tu crois que c'est demain? le jour où je vais rencontrer l'homme que je cherche depuis si longtemps, qui c'est? t i 我们一起来理解这个对话的内容。这个对话呢是发生在两个好朋友之间哈。啊、呃，这个 Gloria 就问了 q i v i n t d e m a n à ta s o i r e Qui 啊是谁哈、啊？是一个疑问词了。Viens 这个动词呢是来的意思，动词原形 venir 哈哈。d e 是明天啦。À ta s o i r e 啊啊，就是来到哪里了？这个呃，用啊这个介词。那 a a s 达苏瓦黑 a 瓦黑就是聚会的意思了。那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那你你开的这个聚会或者你开的 party 呢，就用达阴性的哦。Give young 对吗？啊 a s 达 a 瓦黑，明天谁来你的这个聚会啊？Jean g u e tu connais a n nouvel g o p a i n Jean 这个人呢，怎么样 g u e tu c o n n a 好，我们呃上一个视频已经学到了法语里面的这个关系代词引导宾语的时候，而且是直接宾语呢，用个啊。那这边为什么用个呢？因为这个 Gonnet get、er、gun 认识某个人呢，他是直接宾语哦，就是啊、呃、Ron 就是你认识那个 Ron 啊，他也来啊。Ron go to Gonnet, is a nouvelle g o p i n 呢，还有他的新的这个女朋友哈。这里面呢 g o p i n 呢是阴性的一个名词，他的。 呃、用三那这边 no v e l l 呢要变成阴性的形式因为它是形容这个名词诟病的哈三 no w e l 诟病了他新的这个女朋友了 u q e s q e tes t r n s ambass aiges wassue 哦 les duques 当我们结婚之后呢一对夫妇然后以这个丈夫的这个姓 呃，来命名就是 Le d q u 就是 d u q u 夫妇两个人了，或者是甚至是一家人，有时候哈。所以呢，用 Le 后面呢用 d u q u 是他们的呃姓哈，Le d q u 就是 Le d q u 就是 d u q u 夫妇啦。两个人哈、哦。q u sont r è s s y m a 好，这边用 q 啊，我们上一节课也讲了，引导的是这个呃主语从句哈。你看后面呃这个松啊这个这个 u 呢是作为这个松的这个啊、呃、主语哦。Le Duque sont r è s s y m a 三八呢动词呃这个它是一个形容词、啊、那它的全全写是 sabatic, 就是很友好很热情人很善良的意思了。虞句话基础 très 三八。诶个 je vois, 是我。好这边注意一下个啊这边用的是。 呃，关系代词个，因为我们说 v o i 和 g u e l q a u 就是经常看某个人，这边看某个人呢 v o i 和 g u e l q a u 这边是直接宾语，所以我们要用个来引导出来哦。也就是说，呃，巨块夫妇也也要来，然后巨块夫妇呢，他他们这一个夫妇很人很好，很热情，然后我经常就是和他们见面的意思啦。Marie Anne a v i g s h r Tavay，啊，就是还有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个 Marie Anne 呢也来哦。多吗还有多吗这个人。 啊，uh, 那这个 Gloria 就问 GS，就是、说多玛他不认识嘛，所以他就问 GS 是谁呀、啊、？GS 这是谁呢？这边 G 呢是一个问疑问词放在句首，所以用主谓倒装啦。先是 a 这个动词，然后一杠连接起来，是，所以就是这了。GS 就是这是谁啊？C'est un photographe que tu vas tu c e r t a i n a m o n t t r o w a e r i n t é r e s o a n t C'est un photographe. 呃，这是一个摄影师哈，photograph 就是摄影师的意思。什么样的摄影师呢？Good to watch s a m e o n e to e Anderson。好，这边用 g o o 引导出来，说明后面呢这个呃是作为这个动词的这个直接宾语啊，因为 to w a e getting Anderson h 就是觉得某个人呃很有趣呢、啊，所以这里面的呃这个 g o o 引导的是直接宾语从句哈。这个 photograph 呢，呃是作为这个 to w be 的这个直接宾语哈。 所以呢，我们就用“个来引导出来了。举发下点的猫突围，安德海松。举发这边的“发”呢，是阿类对应的句子动词变位了，后面加“突围”啊，这个动词原形，这边表示将将要怎么怎么样，将会怎么怎么样。举发下点的 t 突围，你将会，我肯定你将会怎么样？觉得“突围”是觉得。 u n d e h a s s e l 就是有趣的意思，就说这是一位摄影师，而且你将会觉得这位摄影师很有趣哈。啊、uh、哈、huh,，Est-ce que tu crois que c'est demain le jour où je vais rencontrer l'homme que je cherche depuis si longtemps？啊、uh、哈，huh, 这里面是语气词哈。e s c e q u tu c r o 啊、呃，这边 s good 啊，疑问短语了。去夸歌你觉得哈？夸和歌固定的短语表示觉得怎么怎么样？你觉得你认为去夸歌怎么样 say 对吗？Demain, 就是明天了。h e j o u 哈，就是那一天，明天就是那一天。好，这边呢，接下来这个物呢，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法语里面的关系代词物啊、呃，这一个用法就是引导这个时间啊状、呃、语了。我们来看一下。 是，对吗？le jour 哈，le jour 就是时间嘛，明天就是那一天，所以要用物来引导哦。等下我会具体讲解这个物关系代词的运用哈。Je vais r e g c o n a r e lama，就是我将要呃，这个 v a i 是阿类对应的 v a i 的动词变位，后面加动词原形。h o m e g c o n t r e 表示最近将来时了，我将要怎么样 h o m e g c o n t r e 是遇见的意思，遇到。lama lama 就是这个男人，什么样的男人呢？哥。 The search to be so long dong，好，这边为什么用哥来引导出来呢？因为我们看一下，searching get a go 是寻找某人，所以呢，这个里面的 l o m g 其实是作为这个 searching 的这个直接宾语，所以呢，我们要用关系代词哥来引导出来哦。哥的 search，search 我刚刚说就是 searching 这个动词的动词变位了，表示寻找的意思。The p the b 就是自从 so long dong 如此的长的时间啦。 这句话的意思很长哈，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a s k o de c u a g ü e s y 对吗？Lejou 哈啊，你觉得明天就是那一天？那天怎么样？我将要遇到呃那个男人，那个我寻找很久的呃很久的男人。Qui s i i 是谁？Se 呢是 s u b v o i e l 的动词变位，表示知道的意思。q u s 谁知道呢？说不定呢，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今天的语法。今天我们主要学习法语里面的关系代词“物”的这个运用。那这个关系代词“物”呢，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我们在这一个课，就是刚刚的对话当中没有学到，但是我们现在来学习哈。第一个用法就是用来 “un quel 来指出这个地点的 n e a r 呢是地点、地方的意意思了。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子哈：“voici la bibliothèque”。 je vais souvent. voici 是这是的意思。la bibliothèque, la bibliothèque 就是这个图书馆了。这是图书馆。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地点嘛。那什么样的图书馆呢？屋，你看，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地点嘛，我们就用屋来引导出来哦。啊，是一个指出一个地点嘛。je vais souvent. 我经常去嘛。我经常去哪里啊？我经常去的是这个图书馆，所以呢要用屋引导出来哦。voici la bibliothèque. 介为是我，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哈 s e l a v i l l a s e l a Villa，这是这个城市，那城市也是一个地点啊，那我们就用物来引导出来了，u、uh, Elizabeth 啊，这就是这个城市他们居住的那个城市啦。那我们看 Il, El Elizabeth 这个 e l i a b e t 动词原形 a b i d y 哈，表示居住的意思。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嘛，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就是要指出这个地方，所以要用物来引导出来哦。 Ceravilla, Wu e l z a b e t 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关系代词“物”的第二种用法，就是用来 a n t i c l d o n 就是来指出这个时间，也就是引导时间状语了。我们之前哈在课文当中，就是刚刚的对话当中也学到了哈，记得哈这里面的“物”不能不仅仅是引导这个地点啊，就是指出这个地点，还可以用来指出时间，这、就是大家在学习法语过程当中经常会遗忘的点哈。 那我们来看两个例子，par chance r u le w o u l d y o u arrives i e p l a e u t p a chance 就是哎呀，太太倒霉了，就是没有运气的意思，chance 呢表示运气的意思，par chance 就是没有运气了。le jour le jour 就是那一天，你看，le 就是一个时间嘛，我们就用 w o u l d 来引导出来 w o u l d y o u arrives o u arrives。 居然 h a v e 这边 a h e 是动词原形 a h e 对应的句的动词变位表示到达的意思就是你到达的那一天怎么样 il plu 啊、呃、下雨了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边是你到达的那一天 e o 如何就是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要用关系代词物来引导出来哦 but the shorter the rule of j a r e il plu 啊、呃、就是太倒霉了，你到达的那天下雨了 what a damn war would it official of course What 呢？是八月份哈、啊，这里面要注意一下，What 这个 day 哈，特殊点要发音哦。What，What 就是一个时间嘞。Ada 摩啊是一个月份啊、呃，是一个月份哦。阿摩啊是月份，那月份也是一个时间嘛？是什么样的月份呢？用 What 来引导出来，因为是时间，指出时间用 What 关系代词引导出来。e l e v a t i n a l e l e v a t i n a l 就很热。a f g u s t 再反过哈，就是八月份是呃很热的一个月份。 在法国哈，在法国八月份是一个很热的一个月份了。那指出时间，那就用物来引导出来哈。What is the official o f f e 接下来是布置作业的时间。今天呢，留两道题作业给大家。这两道题作业的都是呃，关于我们上一个视频和这个视频所学的这个法语里面关系代词 g 呃、啊 w 还有哥啊，鸡哥屋这三个关系代词的这个运用哈。如果大家还没有看上一个视频，先去看上一个视频，然后呢再过来做这两道题作业。嗯，第一道题呢是连线哈，但它这边写着 “pleasure” 和 “possibly”，day 就是呃就是连线也有可能有有可能有几种可能。第二道题呢就是用我们学过的这个“鸡”。 啊，歌乌来进行填空啦。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在这个视频底下写一写作业，我有空呢会帮大家修改的。好了，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哦。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次再见了，下驴，来 a 声了，嗯。